什么东西啊？明天叫你下去啊，哭什么？一点哭都没有。那现在有什么法可以让我儿子拿走？我要看一下他们。对呀、啊，他们没有讲。像我们大家都在吃也是要分的，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分的。管什么东西啊？明天叫你下去啊，哭什么？一点哭都没有。还在吗？抓就很苦啊。没有错，那你从我这里，从那个孩子等到家，你要讲清楚。我要看电影了。你生意好了这么好吗？我今天跟那个新闻记者讲一下你们的心情。那现在有什么法可以让我儿子拿走？我要看一下他们。对呀、啊，他们没有讲。我只要拿了就可以走，什么法都没有关系。他没有讲啊。我们的他要讲老实话，我们才去隔壁买呀、啊。没有，我们在排队点餐，我们每个人都在排队，在这边排队，我们这边还是要等啊，大家都是一点完也。管什么东西啊？明天叫你下去啊，哭什么？一点哭都没有。